哇，水母间啊，仲有天空之镜、啊，呢一啲奇观都系慈云山一间发型屋入边见到噶，唔讲仲以为系打风添。一落雨就更加入边滴水更加严重，系，就算而家冇落雨，入边都落紧雨，嗰啲万零两万蚊一部机全部冇晒噶。损失惨重嘅张先生话：呢年半嚟天花一直渗水，并且有向食环署投诉，直至到上个星期楼上有工程，令到问题一发不可收拾。佢隔篱嘅食店都不能幸免啦，生意额大跌一半。不过老细都唔得闲拍乌蝇啦，而系要拖地拖到唔停手。食环署人员收到投诉三日之后到场视察，见到楼上单位工人忙于清理石屎泥头，地台凿都烂晒。食环署人员就影相做记录，我哋向署方查询，佢哋指湿度测试显示发型屋有渗水情况，怀疑同楼上嘅拆除僭建物工程或者系雨水有关，会继续同投诉人保持联络。又只系15年7月收过有关地点嘅渗水投诉，并且展开调查。其后喺16年11月收到投诉人撤销投诉嘅通知。不过喺呢一年几嘅调查结果系点呢？有冇執法呢？署方就并冇答到。张先生觉得好无奈，虽然业主暂时免租，但系佢都心灰意冷。我都唔知点装修好而家。即系而家唯一嘅理想嘅解决方法就系走，搵地方搬走，跟住。咁始终都要出嚟俾人继续做生意。呢一刻如果继续蚀钱落去嘅话，我都唔知点算。东望电视记者胡海文、钟晓林报道。